认得高僧们的重要答复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。农历正月二十九，第二十九道答案。你既然知道佛菩萨大慈大悲，佛菩萨当然会对修行修法负责。佛菩萨把佛法和修行都分为世俗和圣意两类，哪怕是同样的法行，经择决后本尊没有道场认可的，就是世俗法行，佛菩萨不负责世俗法行，只对择决认可的圣意法行负责，不负责非圣意法行。凡是圣意的佛法和修行，一句话也不能改，改动过本尊就不负责了，当下就会成为非圣意的世俗法行，乃至成为邪法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代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。2018年3月16日。